ってほら。在等我吗？我是在想，我有多久没有见到如此光鲜亮丽的陈大总编了？你瞧我这心里的慌啊！你嘴吃蜜啦？这么会说啊？是否忘记了？那你一定吃了很多。陆准。你的交际圈可真够丰富的呀！那你们先聊，我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嗯。哎呀！我有多久没见你了？我刚才一回头看，谁跟这儿演英雄本色？啊？我看你跟针锋上的那个副总编关系可不错。还好吧。我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你。那怎么了？我做电影的，你们时尚圈的活动，我不得参加一下啊？来，对了，你回国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认不认识 Alice 的副导演？我认识，你找他说。是这样，我后面准备做一个电影，叫《时尚没有圈》。别笑，别笑。我是打算邀请他们公司来参投，而且把整个的这个服装策划全部交给他。你给牵个线儿吧。不是你的电影是做一部赚一部，你能找到他们，那对于他们来讲那是天大的好事儿啊。不过你说这么好的生意，你不找我，哎呀，没劲。知道你没劲，没劲。咱俩是兄弟，那我实话实说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团队啊，他们做了分析，认为他们公司的时装定位跟我们整个电影风格那是最契合的。再加上，你也知道，前段时间他们在法国引起的那个影响不小的啊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啊？这样，我答应你。我下部电影一定找你投。你什么时候让我投我？安大制片人，我的天哪！幸会幸会幸会！您哪位？哦，我那个姓孙。呀，陆总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劲儿挺大的。一会儿再聊。保重啊！拜拜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？陆总走啊，不聊了啊！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安制片人。那个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鄙人姓孙，名彼得，现在是施恩的 CEO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沈总，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！咱们沈总哪天穿漂亮啊？是吧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哇，我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看，是那个脚，谢谢。吸引够了吧？我在帮你解围，你该谢谢我。我在谈生意，谢谢。还有什么生意比收购？是更重要的呢。那个安制片人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我特别喜欢看您的电影，真的。您每一部电影我都看，而且我不光自个儿看，我还让我们全体公司的员工集体观摩，每个人观摩之后再写一个500字的观后感，真的。您拍电影的眼光太棒了，太精准了。我听说您最近是不是在筹备一部新电影，叫什么《时尚没有圈》，对吧？我挺感兴趣的，您看有没有时间，咱们详细的聊聊。不好意思啊，孙总，我今天就是来参加个活动，真的一点工作的事儿都不想谈。是是是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，不如
跟我秘书约个时间。咱们改天。不谈工作，不谈工作，咱们可以谈点别的呀，对不对？看来孙彼得对时尚没有圈很感兴趣啊。你也知道这个电影，刚才曾薇告诉我了，他说你跟安锦辉很熟。那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？刚才安东尼还跟我讲，想让 Alice 参投他的那一部电影。让 Alice？ 好呀，刚好让孙彼得断了这个念头。我从小啊就特别热爱电影艺术，从小就爱看电影，真的。而且我认为啊，其实电影跟时尚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，对吧？就好像您这次的这个电影名字叫《时尚》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完全没有。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吗？啊，我们是得赶紧好好谈谈。孙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有事要谈，今天没事儿，我那边也有事儿。咱们改天再好好聊聊我对电影艺术的看法，啊。我算知道你刚才为什么叫我保重了，这个人太能聊了，烦死我了。安东尼，Alice 的 CEO， 沈燕小姐。安总你好，非常喜欢你的电影。沈小姐，非常高兴认识你。我在法国的时候就听过你的名字，但是没想到真人这么年轻漂亮。谢谢。不是你不是要找 Alice 投资你那个什么时尚朋友圈？不是。时尚有没有圈？没圈啊。就是不知道沈小姐有没有兴趣。安总的票房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，如果能被您邀请的话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只是我想冒昧的问一句，为什么要选择 Alice 呢？当然是因为 Alice。Excuse me。伊恩，要开始，入座。没关系，我们改天再约个时间聊。那我先失陪了。失陪？你怎么又和他在一起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各位嘉宾，晚上好。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风尚之夜的，除了有时尚界的设计师、模特，影视界的制片人、演员，还有商业界的诸位成功人士。我们这风尚这十年来，从一本月销量只有10万到日销量过1000万的时尚宝典，这一路走来离不开各位的支持和厚爱。陆准他又要做什么？他介绍安锦辉给我认识。安锦辉？那个做电影的？他下一部电影想找我们参投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他自己不做，给你。有文凭。你别总针对陆准，他有帮过我们。但是每一次他也都从中获利，不是吗？以恩，你相信我。去哪儿啊？洗手间。我陪你去。不用。希望我们针锋上能一直引领时尚潮流，谢谢大家。